天乐、高圆圆、周渝民、又齐聚为电影《单身男女二》做宣传，现场还跟粉丝玩游戏，又自拍。一名大妈级粉丝更。连古仔都看不下去了。说到仔仔，怎么好像看到影帝梁朝伟的影子？有没有？我自己觉得不像。眼神想忧郁的眼神。另外，今年亚太影展有五部香港电影入围，其中四部电影的男主角都是古仔，看来这次做影帝的几率超级大哦。随缘吧，对，你也没有想太多。也对。之前三次失落金像奖，对古仔的打击也不少哦。那最近好友司马彦前年确诊患有胃癌，切除整个胃后，现在瘦的只剩下45公斤，还被紧急送院，有去关心他吗？其实那个消息我也刚刚听到，因为我在外国回来，然后如果等一下有机会，打个电话去问候一下。我好像一年的愿望许愿的时候，都希望不仅是我一家人，还有我所有的朋友。也希望他们身体健康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没有健康，什么都没有。俗语说，失去健康，一切归零。古仔，你自己也要好好保重哦。土豆娱乐香港报道。